滚，知道了，开开熊，找加血，但是你们。蚂蚁来了，熊战士这边有被动，这边还在刚，但一下有了，先拼死，拼死两个，自己还没有死。再下来，蚂蚁缩地还在 CD 呢，感觉要被练死了，直接被这个致命链剑给练死了。这边有一个 PA 的幻象在疯狂消耗这边熊战士血量，大圣给大招，要秒这边的沙王。沙王还差一下，魔杖给的。很沙王直接原地摇大，大招被打断了，好，对对，摇出来了，摇出来了，PA在后排贴这个熊战，熊战开了大招，反打 PA， 十个能量的魔棒，今天我没有炸到，不然 PA 直死，被收掉，没有蓝了，是魔棒把状态补满，哇，这波小强一口冲了是吧？又是放弃大地留人，可以减速，卡身位不让这个土豪有机会走走，其他人去打盾，又是蓝打掉。又想杀这边的 PA 跑了，术士放地狱火，大圣这个大招伤害很高，不断的通过这个走位来秀对方 SK 被变了一棵树在这边嘲讽。蚂蚁特意过来想收大圣，但大圣上有暗岩术啊，且这个大圣是很肥的，对，这大圣你不能把他当一个辅助啊，这是个大哥 A 死了呀，哎呦，他们好到位啊，这个大哥，哎，这个小
一剑掉血了，水团捧个毛，疯狂大毛，哇，冲大，对，标记，带钢毛，带钢带毒，带一个威，带钢毛秀，哇，带一个震荡波，六六六六六六六，这都行，完美团，我操！天辉上塔，震慑到攻击。全面加固，打阵地战其实一红牌还真哎又勾到了一个气，血了，反手板两个决斗，决斗了个 SK， 哇，这个阵地战真的强，跳过来，决斗到这边的猴子，戴哥国葬给到了，哎呦，防这个跳猴，这波，哎，全没死，给大家一个信息，王二十连斩，对不对？看到这边的话，羊刀漂亮，跳羊。